西瓜。今三条西瓜内底有两条，咱大家较无熟啊。但是吼，咱先对第二条开始来唱吼，请麻烦苏琴啊，头前迄个 projector 敢有？歹势，我左边伫看头前迄边。这条诗歌吼真趣味吼，咱大家今日考个大家台语。这条诗歌是迄个杨树勇牧师吼，即南信的一个牧师伫六十年前所做的。六十年前所做的，爱是用罗马书的十二章来去做即个歌词的伊个 inspiration 啊，但是伊用七十要给写出来，七十要给写出来啊，所以内底真侪迄个台语足文言文的吼。啊、你若这样听无，你咱虾米来会当来锻炼一下？啊，你若对内底歌词搁较想要了解，你当去看《罗马书》第一章到第十节，伊个浓缩起来。啊，伊主伊迄个曲是较新吼，是迄个杨万顺老师吼，伫2006年向阵所作。按即马来请请苏琴来帮咱弹到这首歌。咱先来唱第一章到第二节，因为第一章到第二节的台语较简单。啊，过来，咱要念一挂台语安尼，安请。来，做位来吟。我打坑里。就献家己来做献给我祭，这是上帝是怎意，心灵何在无地？第二站，无地。这是听讲，就是旺顺老师的调吼，所以叫旺顺调。按今嘛来第三站吼，春读吼，春读家己唔通破过，叫你信心分量，咱伫基督真做一体，大体拢有功效功好吼，就是讲吼，恁卖想卖。看家己超过家己所要看的，卖家己看伤悬。啊，你就爱安尼讲。第四节，所得温素，但无各无相共。办事忠实认真，先知教师熬驾驶人，帮赞就用实心。啊，第五节，欢喜人民听无就无假，万分歹。亲近好，敬听兄弟，挽联一家，热心常常祈祷。第六节，强结信徒，听出外人，着祝福，无咒诅，同乐同忧，款待差共，心志无敌，好歌各位看见哦。好歌，有一个鼻音哦，那迄个这样有点困难，你若要学哦，去找美玲老师诶，这样甲你讲，好歌。啊，第七节，恁着专心多无好事，尽力三好忍耐，因为亲诶喜欢在地上主，着用好看也歹。好，恁的台语拢比较较好，所以咱来练第七节，过来练一届就好。第七节。恁着专心，多无好事。
七十段都甲十二章，迄罗马书十二章拢甲浓缩起来。咱即马过来锻炼一首咱的圣诗是伫圣诗271首，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吼。这是我细汉的时阵的教会吼，阮伫做礼拜进前锻炼诗歌了的上尾一首吼，所以我甲顺序嘛甲颠倒，因为这首结束了就刚刚让大家拢。Keep silence， 让咱就真安静落来。咱就用这首来准备咱的心，咱来准备这首。把手机啊关起来，咱来闭半心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听阮的阿爸天父，主啊，你是阮的主，阮独独仰望对着你的名，保守看顾，阮心思看虑，拢伫你的恩典内面安歇，保守看顾。阮伫礼拜内面尊你的名最大，愿你伫阮中间，奉最后所的名祈祷，阿门。
愿因光归地至冠的上帝，愿以赐和平和地上伊所喜爱的人。各位兄弟，咱三个来唱《神圣诗》271首，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，请起立。是咱用《使徒圣经》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七位玛利亚出世，伫阮流血人道人来受苦，因是伊的死万众都因故。第三日对圣灵复活上天，感谢伊全能的上帝大天，伊的荣耀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是信心，我是信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上空，最下日永远复活，另外活命。阿门。那三个阿头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俄罗斯，感谢你保守看顾我，让我平安健康来到教会。这时我奉你的名聚集，求主保护洗清我，也看我的嘴，我的手所犯的罪，也求主清洁我的心，让我会当手清洁，心纯洁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你是历史甲世界的主，公义、和平是你保座的根基。愿恳求你伫各国领袖心内彰显你的公义，予因会当明白权柄是对你来。求主将敬畏上主、疼惜性命的心放伫因的内面。阮也为台湾祈祷。咱来哪济国家支持台湾正常参加国际活动，恳求主怜悯，予全国会当有一致的国家意识，予阮会当以国家的身份伫国际得到合理的对待，也对国际社会做出搁较济的贡献。教会开始圣诞节的筹备。求主加添我智慧佮毅力，予所有圣诞节的活动会当予阮佫较侪经历主的同在，也予佫较侪福音朋友借着圣诞节入到教会来认捌你。主啊，我若求你纪念教会中身体欠安，也是当地遭遇人生艰难的遐侪来祈祷。主啊，你知。我的有限甲软弱，我向你来呼求，求你救我脱离苦境。我对主应允的愿望，会当成做我的快乐。主啊，你是葡萄树，我是树枝，枝那里树都袂当活。你所听的，你会修正管教，
愿信心引带阮，予阮搁较侪亲近你。愿生命中需要改变的，求主赏赐改变的勇气甲毅力，愿阮会当哪来哪想你。感谢主完全的接纳阮，感谢主听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来启应，启应文64篇雅各书第一章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唔通受欺骗。伊无改变，嘛无天体转世引起的影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就知因为人的受气未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，所以就消除一切垃圾的习惯，甲灌满的邪恶。要实行道理，敢若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，家己详细看了后就会离开。毋过有得详细查考，予人得到自由，迄个完整的律法，佮有咧坚守的人，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。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，是伫欺骗家己。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对白上帝看起来，现时今日雅各诗班所要献的诗歌是《拢交予耶稣》。Thank you.
我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二章十四至二十七节。身躯毋是只有一个肢体，是有真济肢体。脚若讲我毋是手，所以无属身躯。脚毋是安尼讲就无属身躯。耳仔若讲我毋是目睭，所以无属身躯。耳仔毋是安尼讲就无属身躯。全身躯若拢是目睭，要用什么来听？全身躯若拢是耳啊，要用什么来鼻？安尼，上帝照伊的旨意，将各款肢体安置伫身躯，全部若只有一个肢体，那会当算作身躯？安尼，肢体有真多，毋过身躯只有一个。目睭袂当甲手讲，我无需要你，头嘛袂当甲脚讲，我无需要你。其实，咱的身躯遐个看起来较软弱的肢体，颠倒较有必要。咱若看较无上肉的肢体，颠倒较着甲因看重；较歹看的肢体，颠倒着甲因践踏。遐个较好看的肢体就无需要践踏。上帝将身躯安排好势，予遐个较无重要的肢体得到较大的尊重，通予身躯免得到分裂，等到予大家肢体互相照顾。一个肢体受苦，其他的肢体就做伙受苦；一个肢体得到阳光，其他的肢体就做伙欢喜。恁是基督的身躯，大家人是身躯的肢体。以上愿主祝福听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。今仔日讲到本堂单讲是牧师所要讲到的题目是基督身躯的肢体，时间交予牧师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听完的阿爸天父，感谢你丰富的恩典，对着你的话起造我的生命，愿你保守对着你的话，愿讲的听的拢真实明白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这几礼拜主日的信息，教牧团队对着家庭中经历上帝，到职场中经历上帝。今仔日要甲各位兄弟分享的，是对伫教会中经历上帝。真侪人会来教会，常常拢是生命内面发生了真恶担当的代志，透过肢体的联系，有机会接触教会，嘛因为教会内面兄弟扶持，通经历一段美好的祝福。所以当咱咧问讲，你是毋是有伫家庭中间经历上帝，也是伫职场中间经历上帝？真侪人可能佮会想一个，伫足平常的生活内面，到底甚物叫做经历上帝？毋过，若问讲伫教会内面经历上帝，应该即是对伫来到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上平常的经验，你应该足困难讲完全无经验。毕竟，准讲你伫教会内面无经历着上帝，安尼你就袂来啊。毕竟，厝你一定爱回去嘛，大部分的人工课你嘛一定爱做，只是教会虽然是一个咱认为应该绝对爱去的所在，毋过却伫个各种的工课活动，实在有时精神介无好的时阵，真侪人会选择暂时无要去的所在。
自细汉我就上喜欢来教会，因为伫教会会人陪我讲话，陪我佚佗。有问题，我会当问教会哥哥姐姐，因会给我真侪建议佮协助。伫服侍内面，我皆会当学着做代志的方法。我无钱食饭，因嘛会给我便当，带我去食饭。教会对我来讲，就亲像我的厝。平常时，不管偌无闲偌忝，总是有一种感觉，等到教会内面，就有一种平静安稳的感觉。我除了伫金门做兵迄两年，真正因为金门迄个时阵特别的情况、假期的管制，完全无法度去教会。会当讲为细汉到大汉，我差不多拢无欠席伫教会一礼拜。高中三年啊，大部分的囡仔礼拜日嘛，同款爱去学校读册。我甲老师协调讲，我做了礼拜较过。出社会工课，头家爱我礼拜日的时阵赶到台南去处理物件。我甲头家讲，当我做了礼拜较过。就算讲打退伍，无参加真侪团契小组服侍，我嘛固定做了礼拜。慢慢啊，开始参加诗班、团契，甚至伫儿童主日学做老师，少年团契做辅导。对我来讲，就亲像伫厝内底，足侪工课要做，大家人分工，斗阵照顾，斗阵处理，斗阵欢喜。虽然伫教会内底，毋是讲拢袂受伤，毋过教会的确是予人会当感觉上瓦群上帝的所在。这样安尼，咱做伙来思想，为什么教会通成做咱安息的所在？为什么教会通是咱经历上帝的所在？我今仔分四部分来分享。第一部分，咱会做伙来看对伫哥林多教会因所面对的问题。第二部分来思想咱所面对的问题。第三个部分，咱来看对伫保罗真实对伫哥林多时迄个初代教会祝福。上尾啊，咱嘛透过保罗的提醒来看今仔日教会要安怎才做咱众人的祝福。今仔日经文，咱看到对伫哥林多教会的真侪提醒。哥林多这个所在，基本上是一个做妇孺的所在。当保罗写批予哥林多教会，讲的毋是一间教会，乃是伫迄个地区真侪咧聚会的信仰团体。哥林多伊是一个伫咧海路甲陆路交通重要的中心，所以附近伊有真侪商品要转运，拢会来到这个所在。照理讲，伊其实是一个足久的古城，但是呢，伊去予罗马帝国给毁灭，所以呢，伊对伫保罗迄个时阵来看，伊算是一个真有活力、真新的一个城。为什么？因为因一开始是先藏大量的退伍的军人。慢慢啊，四国有人来遮做生意，大家无共款所在、无共款种族、国家的人到这个所在，所以咱会看到这个所在是一个足趣味、足丰富、足侪变化嘛、足多元的城市。伊主流的文化是罗马的文化，罗马的文化对伫附近的城市来讲，伊非常的特别，想法嘛非常的开放，总是。在希臘時代，那個很多新民的文化對他的影響也很大。事實上，刷來這裡的人，他們大部分都是因為看到在這個地方，他們能做生意，賺大錢，可以緊緊得到他們想要得到的東西，所以社會風氣也非常的競爭，很多人都要來這個地方賭一個翻轉生命的机会，
所以咱通看到，伫这个所在有真侪无共款对伫其他城市的面貌。足侪人因的财物真好，也是足够做生意的，赚真侪钱。所以咱嘛通看到，伫这个所在真侪人因拢会感觉家己讲话做有分量的。所以看到大家人该讲家己的想法，足成的彼此尊重，却彼此之间嘛有一点啊紧张滴。所以咱看到对伫这样的社会风气，立国教会带来影响就更加复杂。保罗伫伊的批信内底安尼讲，伊讲恁中间有纷争，有诶讲我属伫保罗诶，有诶讲我属伫阿波罗，有诶讲我属伫彼得，啊嘛有诶讲我属基督。真明显，咱通看到一个现象，迄就是伫咧哥林多这个地区，伊个氛围下骹，无人甘愿屈伫别人个概念下骹。咱先莫讲遮个人，伊真正个社会地位是啥物？上无伫教会内面，谁讲个话较符合真理个理解？安尼，谁讲话地开有分量，所以咱通想象，迄、那个讲话要大声，因一开始要安怎讲？有人可能一开始就讲：“我记得保罗迄个时阵是安尼甲咱讲的啦。”这个时阵，另外一群人就讲：“唔过阿波罗老师讲的，嘛未比保罗较差。”哦，想法可能无啥同哦。另外一群人佫讲啊，讲到这個，咱佫是爱尊重伫耶路撒冷伫主持大局的彼得啦。伊讲的话，咱敢讲无要听？上尾啊，咱也注意到，有一群人讲啊，恁讲遐，咱爱记个主耶稣甲咱教的。咱看到这个混乱内面，大家人咧讨论咧，拢要掠一个足权威的来讲，我讲的是对的。上高级的，把主耶稣的名提出来，是因为真正尊重主耶稣对众人的教示吗？也是只是要把这个名提出来，表达自己讲的话较有分量，较属于真理。人通看到这个时阵，众人彼此袂服，彼此控诉，甚至闹到民间的审判台前。保罗阁特别甲因提醒：，恁小个表示恁已经拢输啊啦！咱知伫迄个所在神庙真多。对伫遮个神庙，因有特别的一挂敬拜的方法，甲经乱有关，所以嘛影响着这个所在众人对着淫乱的看法。因的风气非常的自由开放，佮带来教会内面有人受着淫乱的试探，等到感觉啊袂要紧啊，这个世界毋是拢安尼吗？你不是这样想，是你想浓哦。保罗真戆命，伊安尼讲，有人将家己的后母收作家后，这甚至超过当时社会文化会当接受的。保罗进一步提醒教会兄弟讲。不过为着避免淫乱代志，大家查某人应该有家，查甫人应该有家己的某，查某人应该有家己的翁。伊阁强调，某对家己的身躯无权，不过翁有。相反，翁对家己的身躯无权，不过某有。咱通理解，为什么伊爱做这种？对的，平常咱拢习惯的概念，特别的反复，咱通看到教会受到当时文化影响，伫哥林多地区，迄个价值观的冲突是正大。
其中教会兄弟为着要做生意，甚至要甲众人和睦，因有可能会去参加外邦神明因的祭典。有时有一挂人伫爱餐咧食饭的时阵，啉伤侪酒，到底带来混乱。啊，嘛有一挂人把圣神的温书当作是家己得救的记号，咱通看到教会内面的混乱，有时未比社会较好一挂。当咱通看到经文内面，迄个时阵哥林多教会处境，咱通发现到，这个圣经内面的世界，甲咱即马真侪教会界问题嘛无差偌侪呢。台湾就亲像哥林多地区共款，是一个世界经贸、科技、文化聚集的所在。咱知咱这个所在有真高的科技，嘛带来真大这个就业的市场。世界各所在的人来台湾才生活，所以差不多你想象会到，这个世界会当食的物件，也是一挂文化的氛围，伫台湾你可能拢找得到。你无一定爱出国国，不过你有可能食过，也是看过食的人，甲因的文化。世界价值观对伫这个时刻。挑战着咱踮伫这片土地的每一个人，拍开电视，你得看到真侪新闻的评论员。咱唔管伊本来专业是啥物，对伫伊无识的物件，你嘛会看伊讲的嘴角全破。无同款立场的人，伊拢有可能讲出一篇道理来。予你看的、听的人，你无确定伊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特别是即马社群的软体，你咧伫咧手机啊顶端，还是网络顶端，你想要发言，你想要讲啥物，你着规句两句话，要骂人，要创啥，拢会使，总是会人看到，公开，予全世界人拢知影你即马的心情，还是你即马的生活。啊，是恁囡仔、恁孙仔有偌古锥，这拢无问题。彼此认同的人，甲你按赞，就讲好哇赞，甲你讲认同。无认同的咧，就甲你讲啊，我断好友啊，无爱甲你看，无爱甲你交叉。这个世界声音，你会发现到，愈来愈聚集的是你认同的声音。你看到的所有的，拢是你认同的声音，因为你无认同，你拢甲伊切开啊。所以，大家人愈来愈把家己的认同的声音当作是所有的人拢认同的真理。当然有一种例外，那是意识到伊的想法甲大部分的人无同。这个时阵，伊只要相信大部分的人拢去用骗啦，伊得当确定伊相信的无问题。分辨家己所听见的。看见变得非常的困难，借着权威来加强家己认同的概念，这种现象，甚至比初代教会要面对的挑战更加大。事实上，咱知影现代开放多元对话这个世界观。一部分伊带来过去真侪捆绑的套房，毋过伊嘛挑战真侪过去大部分的人认同的价值观。圣经内面有真侪对着咱行动根本的一挂价值观的提醒，对真侪即卖人来看，迄伤过保守。不过，咱嘛知，看作成的入到这个作成的包容多元对话的这个世界里面，
有时咱真正足够的困难的去分辨，到底什么是爱坚持袂当破坏的原则，什么阁是会当透过对话理解，慢慢啊接受的现象。真侪时阵，这个世界人面对这个世代的差异，拢是一句啊，时代无同啊。简单讲过，就成了这的论点，拢唔免重新去思考。不过事实上，有真侪打破迄个界限、迄个规则，到底是基督信仰对伫世俗化的妥协，也是真正是因为咱对上帝听看见搁较宽的世界咧？其中上大的调整是啥物？就是当大家人对伫信仰，改看作是祈求祝福，正做信仰的核心。这个时阵，正人相信的，就是迄个力量上大的神明。所以这个时阵，不管迄个神明是啥，只要伊的力量上大，会当帮助你得到福气，互你避免灾难，大家人都愿意对信。这个时阵，你讲，我来教会是因为我信的上帝是上大的。咱来说你，你相信的是迄个上大的神明通为你服务，还是你相信的是迄个创造天地的上帝对你的带领？所以咱通看到，这么多问题出现，保罗知影，伊嘛看到啊。所以他对着哥林多教会，他很清楚指出里面的问题，并提出他的建议。总是今天这段经文，却保罗用一个活跳跳的例，将人对那个自己的利益、声量、权力和幸福这个概念转换到我们既然是基督的肢体，咱是因为基督的听连接做信仰的群体，咱通有啥物新的眼光来面对这一切的困境。今仔日的经文，保罗提出，身躯毋是只有一个部位，咱拢是基督的肢体。咱因为上帝创造无共款的角色、功能和价值。事实上，保罗提到手、目睭、耳啊、鼻啊，这每一个拢非常重要，敢毋是？而且佫无法度彼此来取代。所以讲到有无共款的功能，而且无法度离开身躯单独运作。事实上，每一个肢体嘛，有伊个限制佮困境。保罗不只是强调，遮个对人看起来足重要个，你足简单的注意到。伊嘛强调，咱个身躯遐看起来较软弱个肢体，颠倒靠壁啊。也就是讲，对伫保罗个提出来的身躯无虾米所在是无重要。是假的。在基督的肢体里面，不管你多软弱，多无气力，你也不应该被弃杀。这对在哥林多地区来说，那是一个很恶的了解的概念。因为哥林多地区正人说的是价值、是力量、是权力，保罗反过来说肢体连接和互动，甚至强调无肢体通放散。保罗强调，一个肢体受苦，其他的肢体就做伙受苦；一个肢体得到阳光，其他的肢体就做伙欢喜。咱若以个人来讲，足简单理解这个概念的。你若破病过的人，你就知，啊是你的脚趾头，啊是你的手趾头啊，去弄到物件，痛到
你应该袂讲弄到以后到尾家己在那看，啊，迄个在那听，无可能，你会全身躯拢足疼。你只要破病，规个人拢神叨叨。所以你足清楚的知影，保罗用人的身躯来譬如规个信仰的群体，伊将人对个人的利益转化成做群体的利益。这个时阵，咱阁回头来看对伫哥林多教会问题，总共众人拢掠咱的基督做头。这个时阵，应该无需要有人来争夺相共的较对，那是大家人做伙来思想过去听到什么，彼此讲做祝福。因为上帝的心意是众人彼此扶持甲照顾。内面重点是谁较大，也是谁比什么人搁较接近上帝的心意。站在上帝门口，不是咧比你站在较头前，也是你站在门口，还是你站在殿中，还是你去扫便所，不是。真正清楚的是要安怎军队。所以咱若有自觉，知影咱是基督的肢体，迄个头是基督，咱必然袂认为什么人需要听我的，也是我通我靠其他神明来得到我某面的好处。面对肢体彼此的关系，我嘛袂陷入迄个邪淫不忠的情景，佫较袂惊顾家己食饱就好。那是真正知影咱彼此相疼的心，互咱袂看咱的兄弟姊妹做竞争的对象。无毋对，保罗透过一个譬如，带出一个甲这个世界完全无共款的价值观。咱毋是求咱家己好，咱是伫基督内面做伙成做肢体。祈求咱众人伫基督内面的好，当咱通了解哦，原来我活伫这个世界，唔是叫我家己，是咱众人斗阵做伙。安尼，咱伫教会内面，咱会伫小组还是团体内面，看见怎样连接的美好。可能三四个人做伙饮茶、分享、查经、祈祷，做伙唱诗歌、服侍、探访、关心需要软弱的人。当咱通连接伫教会中间的团体也小组，咱就袂伫咱个人的生命卡条的时阵，认为拢无人知影，认为拢无人关心过。有真侪兄弟，平常时无希望人加问伊虾米，探访伊，嘛无参加伫教会小组，也是团契。这个时阵，伊生命拄着困厄的时阵，伊讲：哇，足可怜的，拢无人关心我，教会拢无人来甲我了解我的状况。我讲足冤枉的，因为你无讲，我嘛唔知啊。你无做伙团契，兄弟无法度互阮众人了解你的需要，我嘛做恶的，甲你斗相共，敢毋是？第二部分，咱通看基督对伫教会是非常重要。教会毋管是基督的即个网络顶端，毋管咱是礼拜四下暗的基督会，礼拜五透早的基督会。大家部门每礼拜可能伫即、這个小的群体即个群组内底 RPG 的祈祷，咱通常看到咱持续对伫即个世界、对伫台湾这片土地、对伫教会、对伫兄弟需要的关心，咱拢知影祈祷的困难是大个毋是？毋过，咱真正做需要的是。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祈祷，咱做伙伫上帝面头前拜上咱的代求。
可能你愿意找两三个兄弟做伙线上 RPG， 嘛可能你真正无介大个困难，无你礼拜是下暗七点半拍开你个网络，接教会即个祈祷会。伫个你听遮个祈祷个分享内面，你个阿门嘛通真做真大大道个困难。总是伫遮牧师搁一届邀请各位兄弟姊妹，予咱透过祈祷来经历上帝圣神伫咱中间做工的大开啦。第三部分，咱嘛通看到教会资源是非常重要。咱教会有宣道基金、听心的基金，佮有真侪连接集体需要的基金，佮遮个协助运作的小组。不管是微信伫福音传扬的传道人，也是咱教会的集体，受到不管什么原因的困惑，总是只要愿在，总是教会拢会当积极去做帮衬、陪伴，甚至伫使用顶端供应，或者拄到困惑的人，无够伫失去盼望、失去依靠。事实上，咱知。咱常常嘛看会到，伫个礼拜日下晡，真侪囡仔伫个一楼个活动。青壮部门注意到，讲咱教会遮个青壮非常需要朋友。伫个礼拜日下晡照顾因个囡仔，嘛予因遮个爸爸妈妈大人通好好啊来小组、来分享、来带导，这拢是教会通使用个资源。上尾啊，咱嘛知。咱教会内底有真侪真侪无共款专业的兄弟姊妹，伫遮个无共款的专业内面，咱着亲像保罗所讲的肢体共款，咱无共款。总是当咱无共款的肢体有需要的时阵，咱拢通透过咱的专业，真做别人的帮衬甲祝福。迄个对着咱彼此服侍，反映出上帝光。迄真正是教会中间通经历上帝的真实，迄个真实是对着咱众人愿意摆上，较看会到。所以，咱透过四项的分享，咱看到对着哥林多教会的问题，咱即马面对的问题，保罗提出的解决的方案，咱真正得到祝福的原因，咱知。在教会中间经历上帝，那是非常简单的，因为咱不只是彼此相听，更加重要的是因为咱知影咱有共一个头，主耶稣基督。咱因为上帝救恩、耶稣的救赎，真做一家伙，咱愿意伫这个厝内提供软弱的人需要，并且彼此服侍。咱袂特别高举谁的名，因为咱有共一个师傅，主耶稣。保罗讲，主讲，我的恩典够伫满足你的使用，因为你软弱的时，我的困难才通完全发挥。所以我更加喜欢看家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为着基督的恩果，我把软弱、侮辱、困苦、艰难、迫害看作好，因为我什么时阵软弱，迄时就坚强。这个世界追求的是上好、上赞、上完美、上大的困难、上多的财富，但是咱知影，在主内面，咱追求的是上帝主权伫遮完全彰显。咱真做基督身躯的肢体，咱真做上帝同工，咱拢无同，但是总是咱是上软弱。不堪的那位，在上帝稳定的肢体里面，也未被弃杀。愿这句话，也真多咱众人的个别，咱来记得。听完阿爸天父，主啊，阮是因为你的听来阻止，阮也是因为你的听。你的抉择，愿你看，阮真做好，
在你的稳定的肢体里面，阮虽然只是某一部分，却阮通愿意跟对阮正人的头主耶稣基督彼此服侍。阮其中有软弱的，阮其中有丰富的，主啊，帮助阮对着你真实去做的上帝国伫遮的人才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的姊妹，请咱起立，用我呾肯定着献家己来回应。用我的性命献给你最让感恩的回应。
是基督徒感谢上帝恩典的回应，甘心乐意的人会经历伊丰富的赏赐。继续，咱来读这个月经句，来请。既然恁有接受基督耶稣做主，就应该以这人来生活，照恁所受的教示，在伊内面定根受起造，信心得着坚固，充满感谢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至七节。这是我来消息报告。第一点是圣诞节晚会的周边的邀请。咱欢迎今年的圣诞晚会是伫个十二月二日暗时。请甲各团体小组集体有会当备办参与的内容，到月底进行每月主任啊，佮有公信牧师来报名。第二点是圣诞晚会，咱嘛有一个项目是戏剧，欢迎大家拢会当参加，无分年纪哈。恭喜无有兴趣的演戏的兄弟拢会当来，恭喜无输来报名。第二点是 CPR 加 AED 的课程。CPR 是心肺复苏术 ，AED 是一种心脏的电击器。这需要咱上课才会当使用。本会要申请 AED 的安心场所认证，来保障会友性命的安全。九月二九下晡一点半到三点半，伫一楼大厅举行即个 CPR 加 AED 的课程。有上课完成的，会领到卫生局所颁发的证书，欢迎大家兄弟来报名。第三点是第五届的这场宣告论坛，主办单位是七星中会这场事工部，时间十月十二拜六早起九点到下晡四点，地点是伫个本会。对象是所有关心这场宣告的兄弟，拢会当报名来参加。报名费200块，扫描 QR code。那总共是你注明是本会好评的会友，都唔免交钱。好。第四点是这个天梯梦协会终生学习系列讲座第四讲，主题是超高龄社会理财新视野。时间是十月十九、十二月初九拜六早起十点至十二点。主讲人甲语坛人是张新芳姐妹，还有咱的杨嘉玲执事。题目是高龄金融规划，还有安养信托。我想这所有拢欢迎来参加啦哈。那报名有上限100个人，想看直播都唔免报名，扫描 QR code 报名哈。回友的消息，咱的张宏成弟兄九月十三安息主怀，咱继续关心，也替家属来祷告。其他的消息，请大家参与周报。我来介绍，咱有一位林信子姐妹，伊是厚子姐的姐姐，别宾馆，欢迎啊！真侪新子姐是对新加坡回来哈，来探访亲友，欢迎来跟咱做伙聚会。好，咱用淡薄仔时间来互相请安。好，这是咱来唱祝贺初听的诗歌《新信息四百首》。愿主人来甲你同在，请起立，临时刷，请牧师祝祷。
咱做伙来领受祝福。愿天父上帝稳定，主耶稣的圣坛，圣神的大开力，甲咱众人三个弟弟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彼得必会有需要兄弟会当到头前来，牧师甲长老为你来祈祷。